耳聋哥，害我这整本的奖票，我得赶紧把它撕开打乱。破钱，来给我出十把龙珠。哎，还还还！哎，不行，我这奖票没打乱呢，还整着呢。哎呀，多大个事儿嘛，不就是奖票有规律吗？你随便撕，撕哪张我都行。哎，好嘞好嘞。这个到底撕十张全是大。啊？给。哎。哎呀，不小心掉地下了，你给我撕吧。我给你撕，行。这还用撕吗？这是91号。怎么是一号呀？一号吗？我先把一号拿走，接着给我撕。啊？二号？三号？看什么看呀？快撕啊！哦。二号，三号，我先把这三个拿走啊，剩下的我回头再拿。走了。我明明撕的都是大号呀，怎么出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是个什么呀？咸菜罐子吗？找老板娘去看能不能换点好吃的。嗯，哎呀，我走了。胖爷，你看我捡了个这个东西，能不能换点好吃的？我看看，这不是个咸菜罐子吗？啥咸菜罐子？这不就是夜壶吗？哦，这是个夜壶啊！哎呀，那我赶紧扔了去啊！那是个老物件，没准值钱呢。哎哎，怎么了？我看你大老远拎过来也不容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挂个西游记糖吧。哎，他想要，那这个东西一定对他有用，说不定还值点钱呢。嗯，就这样。那不行，一个破尿壶！哎，我再给你抓一把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行，不要。嘿，那你叫什么？你说。我，健力宝。健力宝呀，行，等着。哎呀，要少了。来，给你健力宝。又怎么了？我说的是一箱。哎，你一箱不能再多了啊！啊，一箱都给，还是要少。来喽，来，给你健力宝。给你吧，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这宝贝终于到手了，有谁认识这叫什么吗？快点抽吧，老哥。哎呀，抽啥龙珠啊？抽这个里边全是现金大小，抽吧。我本来说是要抽龙珠的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你个面子吧。点兵点将，诸葛亮上炕，就你吧。10、10块、5块、25加2块27，你又抽了4把，一共再给你11块钱啊，刚刚好，给你十一。哇，我今天挣了11块钱呀、啊！走了吧。哎呀，我今天可是亏大了。哎，你没帮我算好，我今天到底亏了多少钱呀、啊？仙金宝这么快就喝完了，这也没钱了呀。哎，有了，来，让开，我灌点水。灌这水干嘛呀？这是袜子水呀、哎、你管我。哎，他这是干嘛去了呀？胖丫，你看我明天在你这儿买的仙金宝怎么一股酸味啊？什么？明天买的？明天买的还没喝完呢，不备着才怪呢。那我不管，要么给我换桶新的，要么退钱。那我也不管，我这里是离柜概不退换。哎呀，看来你这小卖部是不想干了。哼，那我就立在门口，让每个在你这儿买东西的人都尝一口你的健力宝。哎，健力宝嘛，能有啥味儿呀？确实有点不对哦，涩涩的，酸酸的，我重新换一换。给你，可别出去胡说啊！放心吧。
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走了。哎，喂，又来了群建立狗，快点给我拿出建立宝。哎，今天怎么都喝建立宝呀？是啊，刚才三代拿建立宝的空瓶子灌了桶袜子水，不知道干啥去了。给，找你10块啊！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孩儿，帮我拿个糖果大礼包。拿大礼包？你有钱吗？让你拿你就拿。好嘞。来喽！先放几号小金鱼。老酸奶、猴王丹、跳跳糖、酸扣小样，再给你放一把酸筋，闪电爽、石头糖、酒心糖，再来一把西游记糖、西瓜泡泡糖、深水炸糖，给10块够了吧？哎，用不了10块，还得找你钱呢。哎，干嘛呀？我的天哪！胖丫，给我拿个童年大礼包。大宝剑、龙珠，你不抽着吧？还没有开封呢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我抽什么大宝剑？我是来买零食的，给我拿。拿着恐怖的，玩。哎我真服了你个老六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拿？好，给你拿，急啥呀？快点，真是。童年大礼包来喽！看好啊，一个也不少。南京板鸭、猪宝贝、无花果、锁喉桃、大长筋、北京烤鸭、牛羊配、果爆鸡筋、瞎扯蛋、小滑头、辉煌雪梅、石头糖、闪电爽、青花糖、一根葱，给你，一共10块钱。那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没给钱呢？啊？什么没给钱呢？我一来就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啥时候给我了？在哪儿呢？来，你说，在哪儿呢？明明我一来就放到桌子上了，那我的钱哪儿去了？厉害！咦，这谁掉的龙珠奖票？91号，这号也太大了吧？咦，有了！我的可恶的，找破鸭去了！破鸭，给我拿个冰袋。你等一下啊，我给你去拿。冰袋来了，接着来。我还是先抽把龙珠吧。给五吗？抽吧。1号在哪里？就你了，1号小宝贝儿。1号！哇，我中了1号！什么？给我兑奖。嗯。真是1号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，来，我给你兑，赶紧！哼，这1号奖票明明在这儿呀！